你看过拉这么长的肉吗？这长达30公分的厚切牛舌，一口咬下，鲜嫩多汁，是店内人气商品。随着中秋脚步近，备货量也跟着增加。从8月17号对外试营运，短短半个月内就已经销售快100条，一天至少可能都要准备到快10条，希望可以卖破300条。中秋烤肉当然得大啖肉品，另一间主打十全巨牛，一次能吃到10种部位，但这还不是最吸睛。巨无霸海草虾仿佛照了放大灯，身长25公分，跟人的手臂一样长，海味澎湃上桌还不够，抢中秋烤肉商机，店家还推出互动小游戏。像我现在要挑战的就是烧肉盲猜，只要猜中自己吃的是哪一个部位，就可以玩这个命运轮盘。我猜是 A 五 E 吧。恭喜小姐答对了。没有明线惠顾，只要转就一定会有奖，幸运的话还能获得价值近1000元肉品，饕客已经等不及要来体验。目前中秋节的定位呢，大概都已经快要订满了，只剩下大概可能10点之后的位置还剩下大概2-3桌。那我们这次推出了新菜色，那客人的反应也相当的好，定位很踊跃。同样很夯的还有台南这间武士刀串烧，火烤肉串震撼视觉，中秋节必备烤肉仪式感，就3-5好友来场浮夸戏烤肉趴，绝对不会错。《镜秀》女朋友黄宏杰采访报道。